好选人，天气地差好，好友谊的团队，世界万冠。一个月内三度踩进赖清德台南本命区，最近联合报名调已经追平，更是气势大振。侯乙从赖清德知名弱点贪污闭眼出发，运动，大家都知道贪污一片，人民在问赖清德说对一件，他没想要处理的，我来处理，金雕流未散，台湾就稳了一半。直球对决，赖清德回避的话题，不但万里老家违建，甚至台南竞总也违规使用样品屋，侯友宜要他说清楚。网络哈、充满着诈骗集团的广告哈、下架的速度哈、比这个赖清德也主要下架速度较慢。南台湾选票似乎有些浮动趋势，湾里万年店参拜，祈求两岸和平，车队扫街受到乡亲欢迎，甚至连竞选影片都要再打双面赖。我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，不管我担任哪一个职务，这个都不会改变。主攻赖清德边缘柯文哲，强攻蓝白弃保之下，可能影响5%选票流向，步步为营，保住基本盘，守住正义防线。他现在赖清德又很贼，只要跟他有关系的人出事情了，切割，切割，再切割。司法减掉半蓝不半绿，又说立即启动，重新恢复特征组，可以期待啊，那个在侯康当选之后，这些正义会浮现出来，发挥警探特长，提台南黑金解方，揭弊案真相，主战台独立场，力组绿营北票南捕，侯友宜职工赖清德铁票仓。谢彭颖德、李佳玉台北台南报道。